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部是非常感人片，就是我的弟弟明天生日，觉得我的妈妈也吩咐我做东西，就是等一下我的妈妈要我拿巧克力去给我的妈妈的朋友。你来讲。OK， 拜拜。谁要输？谁的不够？谁的派来呀？所以大家，这些全部都是我的弟弟的生日的食物了，里面有 burger、派之类的等等，那还有薯条啊、炸鸡啊，还有我的弟弟的生日的蛋糕还没有到，所以到的时候我再排队，我们等一下见。啊，里面是吃不来是吗？哇哦，哇塞！爸爸嘞，爸爸嘞，爸爸没有来看他敲啊。破了！我里面有东西，有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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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！ OK 了。我是谁？什么？有蛋糕嘞！哇，个 idea 呢？那个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可以吃没？这个？你呢？还有巧克力来着啊？我刚刚还有个包啊，那什么来的？那个你摸什么东西？那个里面。嗯，你领我。我自己。都是自己。啊。你有五分钟的时间找。五分钟。啊。啊，找到两个，还有两个。我们收那个。阿杰。你先拿一个巧克力，还有两个。找不到了，到了五分钟你就不能拿了。你把这个东西。来了，我跟你讲啊，他有两个红包，我放在这个橱，我放这个橱，你找。没有的。找不到的，杰老弟。你这个。好，先放这个。没有，我没有上面的。我这边看到了，我有冰冰拿的哦。啊，找到了，还一张，不到这个组里面，还有一分钟二十秒，还有，没有在里面，在哪里？你找啊，这个奖品下面放在哪个地方？不知道，没有在那边，在这里的，不知道。耶，成功，耶，小红包 ，thank you， 耶，高兴了，高兴，高兴，你就谢谢谁？谢谢唱歌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要讲吗？谢谢红包，等一下，讲好了呀，谢谢谁？谢谢唱歌，给他。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，peace， 拜拜，来关，手指这样给按。